一波到底我们挑了五个什么东西啊？峰哥这些，这是峰哥这些。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好了，我们听好了，峰哥跟他们不是一个屋的，峰哥不是跟咱们一个队的吗？不是，不是。啊，跟我们不是一个队的。 老被他骗，跟胖妹不是那孩子，他是跟他们一队的，咱们仨是一队的。假的，是真的，真的假的？假的。2万多，就把那扣掉，2万，就2万多。 不要跟别人说，假的，是真的，假的，是真的。大家这个2万998元，假的，撕这个还没有撕干净，其实200块，撕干净。 造型摆出来还是挺好看的，峰哥你试试，那还不是找你配合吗？一博宝，来来来，你得钻进去，钻进去。你这是什么？好可怜啊，一博。 这做不了，这我们帮你抬腿。你看，一说帮你抬腿，我们俩王一博的步子好快。先选一博吧。好了，一博。 一博用一种求助的眼神望着韩哥，一博从这儿走到这儿用了1分钟。什么是兄弟？关键时刻不帮你抬腿，那能叫兄弟吗？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帮你抬腿。这样，我1、2、3抬起来，你们就帮我支撑住，好吗？5、6、7、8、1。嗯。 哇，这个酷啊！呜呜，怎么了？峰哥怎么了？零八年的纪念币。哦哟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哦，哇，这个酷。呜，待会儿来拍啊！待会儿我们再来拍。不是我先发现的，待会儿来。不是我发现的吗？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哎，可以，这个你自己玩的，拿下算了。好，好。 你看，王一博手已经抠的绷紧了，你们怎么这么会让峰哥接待的？我喜欢这个，这是什么杯子？我喜欢这个，这太酷了。这个我想买，峰哥看，峰哥看这个。 这个，这个好棒、啊！这个好、啊，
这好玩。